好彩有你咋，如果唔系天大地大，都唔知边度揾翻杨日正。咁我专业噶嘛。哦，系。点解今次你要我查呢个男人嘅？唔通你对佢有兴趣？因为杨日正系阿仔嘅爹哋啊。你讲真噶？呢啲嘢都讲笑嘅咩？喂，唔好住先。你明明同我讲，你结咗婚之后先至大肚嘅。哦。你揾李斯坦啊？贵人嘅密诏系喜盟，咁就好啦。好。能够去皇上话有龙裔，不唔系件好事咩？龙裔？呢件事你我当然好清楚，但除此之外，仲有边个会知道啊？点解你要咁做？咁足成乾宫，美其名就一个愿。 但只要皇上今口未改，越服越，年复年，玉莹嘅将来就只有独守空位。除非玉莹早已怀得龙种，咁玉莹先至有机会跳出玉困局。但人尽力在先，如今再尽一点心意，喺墨案上篡改几只小字，成全到玉莹，玉莹得到好结果。 你身为我嘅密友，一定会等我开心噶。好想见皇上，好想话俾佢知，我哋嘅孩儿未出世就魂飞天外啊！此事万万不能，但唔得一事，瞒唔到一世，皇上迟早都会知噶。所以就要喺皇上面色破之前，尽快再怀胎。皇上知我语气，又点会重合我？ 必要时，你我向外借种，远远一夜间，失去三位之人，就连你都唔再属于我。你错，由始至终，你都冇失去过。 终于谂通咗，想揾个男人拍拖结婚生仔咧。唔该你 skip 咗头噶啦，我识得。我净系想揾个男人借种生仔。借种生仔？我check过噶啦，香港嘅法例咧就唔容许未婚人士进行人工受孕，不过美国可以。你知唔知咧？原来美国啊呢啲 system 几完善啊，有一条龙服务。咁你真系谂住去美国啊？咁又唔系喎。 Through 啲公司咧，只可以揀到捐精者嘅種族啦、髮色啦、膚色啦，同埋嘅教育程度。咁我覺得 control 嘅嘢太少。我會自己留喺香港，慢慢咁揾到呢一個滿意嘅對象，同佢借種。點借啊？你頭先先講話香港唔可以人工受孕噶嘛？咁我同佢上床發生關係咪可以咯？